好的，好的，感谢校长啊，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哎，上完张坚老师的课，我觉得真的是觉得自己提高了好多。这个，感谢这个校长，找到这么好的老师，也感谢这个老师也是倾尽全力的来这么教我们啊。我感觉张坚老师这个，平时应该是就是我们感觉上张坚老师就像一个。怎么说呢？深山里的高手一样。然后他这个课上完了以后，我觉得直接就提高了我们这个销售的格局，以及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销售技巧。我们呢是用了一点的学费换来了这个教授几十年的顶级的这种企业做的这种顶级的工作经验。然后老师课上的这每一句话呢，我感觉都醍醐灌顶，每一个字呢都字字珠玑。深入浅出，然后又不失幽默感，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之前或者之后的销售做的成功和不成功都分别是什么原因。然后我觉得最叹为观止的是老师张坚老师的这些销售方法啊，像这个 FBAE 和这个 EPAQ 的这些方法都堪称神器，能够给我们这个销售工作搭建自己的这个护城河。而我们如果按照老师的这个教授的这些方法，包括今天课上的这些，老师的 challenge 我们的这些案例吧，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跟其他的这个都的的这个同行业的人士吧，都区分开了。以及老师课上的很多这个实战的例子，都以及老师这个理论的老师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给我们这个教授的方法吧，以及。让我们去角色扮演，活学活用，都非常印象深刻。我觉得张坚老师真的是销售大神，然后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也非常希望大家，就是再次感谢校长，再次感谢张坚老师，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让我们在张坚老师的之后的，更多的课程中能够继续成为同学，能够跟大家一块儿学习，一块儿进步，好吧？好，谢谢老师，谢谢校长，我说完了。